了来了，今天给你做鸡腿，你赶紧吃。我这啥不想吃鸡腿，还吃这？这鸡腿专门给你做的啊？哎呀，我看这烤串好吃的很，我吃烤串。你这是给我准备的鸡腿吗？哼，应该是芥末吧。快吃，还是先让你吃一块吧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嗯，你是一个的吗？你快让我吃。看吧，自己都不敢吃。敢吃吗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吃饭了？来了来了。不能吃，肯定有诈。
给赶紧喝。你吃瓜不？那不是。这啥？还搁藏的烤肠儿。哎呦我的妈！